好，来到第一张地图的比赛，由潘塔队担任前锋，由 PM 担任保卫者。哎，这一上来是什么套路？这一上来看一下，先聊了会儿天儿。是潘塔还是在那张地图上还是有研究的？我记得上一次，他们还是打出了很多漂亮的这个组合闪光，这个倒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嗯，但是我觉得，这边眼前一亮的还是 Revenge 在前屏上的狙击。是，看一下今天 Revenge 能否让大家再次觉得惊艳。其实感觉，如果说想赢这边 PM 的话，还是要把这个 Revenge 的狙击给克到，是克到他，不让他有所发挥。因为现在对于 Markta 来讲，可能很多战术都是围绕这个 Revenge 来打。是的，是啊，所以就像上次 SV 那样，就一出来我就找你 Revenge。如果说我能压，先打你，就对，先把你打掉，然后就让你整个队伍的节奏就完全脱节。是的，那很难受。看一下双方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掌握这个进攻主动权的芬达来讲，还是打得很慢。哇，这边有没有看到包啊？这个雷包真的是有点不够小心啊！这个刚才，就让你知道我的包在这里。对，哎哎，要抓，看一下啊，这样第一时间没有秒掉，第二枪也没打到，还是要退。我这边直接几个人一块集结进攻。奥瑞，奥瑞，有哇，奥瑞这边刚住了还不错，那这样的话。对于喷塔来讲就很难受了，因为现在狙的话也是这边 B 点的回防也是已经到位，已经来到卷底，还好是个三打三。对，看一下一个人下来一换一。哇，李万基这边真是胆子大了，切着手枪先进来进行一个搜点，但是换上了一把 M14 1B2 炎龙，很少见啊。这边是一个 ZTT， 果然这两个人的发挥确实决定了这个 Markta 的走向。哎，是的，能从 KD 上其实能看出来 Markta 这边就是有部分的人强，只要但是你只要控制住这几个人的位置走位的话，我觉得就会好打一些。是，所以说一支队伍能够在这个这么激烈竞争的这个赛季里面有两个人能够上十佳确实不容易。是的，包括说其实刚刚第一场下来这个 Revenge 在这个中段这个地方架狙轰了好几枪，其实是不应该的。是，而且特别是打掉包那一下，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为什么包会丢在那个地方。看他一眼，看一下喷他的这一波进攻，很喜欢的五个人集结吗？对，很喜欢。而且这一把应该是 Revenge 的狙没有在卷底看见，所以现在牵制已经知道了。对，第一时间对枪没刚过，所以打得有点犹豫。他们还是潘塔这边还是很喜欢你第一时间的话，你在这边 A 走廊这个地方，然后去跟人家对枪，对不过，然后就可能直接就暴露了，还准备再来。是，其实这个地方对枪的话，国内队伍来讲，更多都是狙击啊，狙击手来承担这个对枪的责任。是的，或者说直接拉下去了。是，看一下这边还是选择直接再回到一波 A 点。刚那个雷应该是炸了。这边哇，各种手雷，各种东西配合两个点，各种牵制，但是枪稍微水了一点点，不过还好，打掉两个。只剩飞子一个人，哇。反狙掉了一颗高爆进去，看看。哦，两个，还敢抬头？哇，直接被补掉，还是补得快啊，稳得住。是。开局的一个0-2。这边喷塔刚开始的战术还是很明确，就是 A 点骚扰啊，然后如果说有机会就再多打一波。嗯。看一下。但是这么一直纠结 A 点，但是他们的烟雾啊，包括好像部分的投掷武器的利用还并不是很到位，所以在进攻 A 点的时候总是吃亏。对，你看这边人还是偏向于 A 区。嗯，像你要打 A 点可以，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让包点，还有就是第一时间不能够让他就是直接击杀掉或者扛得住，对，就是你不能击杀他，或者是也不能让他这个视野受到影响的话，就很难打。是，那这边的选择的是一个，哎呦，假 A， 这边直接 NLS， 这边是要爆发一波吗？哎呦，李万就这边没给机会啊，但是给炸掉。那是 NLS 的三杀，看一下现在是一个1v2的残局，丢了个闪光牵制是想跑 A 控去。那这边包是掉，对，包没有安吧，对，包没有安，是包是掉在 A 包点。这一波转点，这个包应该是被 Markta 的选手看见了。是的，那直接这边直接选择一个守株待兔的方式，
啊，确定你这样打的话，这样确定位置的话不好打了。嗯，哎，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大楼梯，然后就或者是这边小斜坡看一下。哦、哎呦，但是枪真的准，但是单局四杀了吧？这，看看啊，有没有可能看到今天比赛的第一个一 v 五 ，cut 能不能撑住？有了，还在不完包继续拉，漂亮。哦，这边是 Nunes， 刚才是 NLS 啊，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我以为是一个一 v 五。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啊、我的，看错了、啊。没有关系，但是这一把的话，卢恩斯这个残局打得非常好，主要是第一个人被他给准掉了。这边 A 点先骚扰，第一时间抢点 ；B 点也是第一时间逼控抢。那、啊、这样的话，应该是想牵制一下 B 点的防守队员。可是 A 点的话，哦，方向门要交火一波吗？看看这边是 ZAK 已经从红烟摸了出来，前点，哎，这边是大意了，因为第一时间过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边防守队员，但是没想到自己在跳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前点。但洛斯在这边补掉一个，直接 B 区之上。又升洛恩斯，今天变成了一个残局小王子。是，看看啊，这个残局能不能打下来？至少雷包还是自己能够触手可及。听到捡包的声音，要拉吗？拉。UIK 这边特别惨，这个如果打死那个有机会。也是残血，这应该听到脚步声了吧？双方都在绕。看看啊，一个十一 HP， 一个应该也多不了多少，二、哦、十多。嗯，还好 ZVK 稳住了。是的。三比一，这两把总是把这个残局给论死啊！是。这边如果说光靠个人能力，就是去打一个残局抢一分，打一个残局抢一分，还是难度还是有点大。是的。对啊，还是希望能够打出一些更多变一点吧。选手的压力太大。嗯。看到了。北半球和 ZDD 两根中路配合，这边没有搜点，但是还好 Blame 的反应很快，被闪一点，但是也是顺势打了进来。看一下，对，一颗红烟不封一下卷底吗？哦，原来自己的队友还在啊！漂亮，三比二，可以看到对于喷塔来讲转变。也是速度也很快。那这边如果 A 点我一直感觉到有压力，对，拿不下。B 点走一走，然后配合中点打一打。嗯，不再像之前经常看 Panda Sports 这边 A 区啊，真的是能去个五六次，应该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一群人在这个 A 大道这边待着。嗯。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打一波，有时候可能还没打就掉人，是这样很难受。这边经过了在中国一个赛季的历练啊，开始就是灵活了。嗯，多变了，对，一定要灵活。哎呀，这边应该是一个高爆扔在后背上，所以只炸掉十七 HP 还好。还是要来跟这边奥俊切磋一下。切磋一下嘛，这边双向门也在不断骚扰，应该也是在看，想确定一下，可能是想确定一下 Revenge 的狙到底是在哪一边。哎。因为如果这把狙在 A 控来讲的话，还是有很有压力的。哦，我这边是把 Revenge 打掉了，打掉那小应该是那个管道的位置。没错，那这样的话 ，B 点也是在 Nunes 也是在疯狂的骚扰，那 A 点应该是要直接下了吗？对，一颗闪光，两颗，也是直接下。看一下这边，我这的 Odin 还没有死吗？掉打掉一个 Odin。哇，这边 NLS 现在就可以看到，哇，有两颗。对，对于现在喷塔最大的进步就在于这一点。如果是以前，他肯定是几个人怼着一根狂打，那这边 NOS 马上反应过来，就很有可能小斜坡这边还有人在看，就是铁丝网这边还有人在看，所以他很就是说很相信队友，你去打啊，打七零位死角这个位置，我直接去抓铁丝网。是的，还不赶快下来吗？再不下来包都没了。哎哎，快快快！漂亮，这边 cut 没有给机会啊。是的。我刚刚应该长差也应该没有问题吧？是，这边那就得看国外的队伍有没有把这个拆包快手啊，这些都到满级没有啊？因为之前
KW 刚来的时候就还不太习惯这一点。毕竟也确实挺为难他们的，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赛制跟他们也不是很一样。是。什么都是需要去适应的。嗯。啊，瑞芬就是被狙掉了。哇。今天这边是对瑞万吉，大家都很有防备啊。对，就是防着他。对，一直就是说给他足够的压力。看来喷打这边也似乎也是。哇 ！ZYK 今天可是立功了。ZYK， 他用这把枪用的非常的舒服。嗯，这把 M 幺四其实可能之前啊，有很多朋友也蛮喜欢用这把枪的，因为他确实弹道很稳，是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其实都很舒服。只不过对于英雄武器的这么一个对比，他可能还是有压力喜欢英雄武器啊。哎 ，Awesome 的一 v 二的残局。但是现在包抄已经到达身后，没有反应过来带走。是的。那这边 ZYK 单局四杀。四杀。对，能看到其实潘大这边一开始就是这两局打的嘛，就是 Revenge 死了，我们就直接进。嗯。没有死的话，就是可以防一下他，找一下他。没错，但是这里边奈何今天步枪手还打得不错、啊，对于马克塔这边来讲，之前就因为瑞万吉一倒，可能步枪手的发挥也就越跟不上了。嗯，但今天好像还是步枪手还是都主动站了出来，对，至少在这些局来看，这个 A 包点啊，这个守得非常好。是，而且这边可以看到，现在马克塔在取得这个优势以后嘛，果断选择一波B控的前顶。啊，这边的话就是压缩你喷塔的进攻空间，这边红烟一封，让你上来的时候很难受。哇，这个闪光，哎，把包打掉，一换一。是。那这边看一下双向门。哦，只剩 Revenge 一个人。那这很有压力了。虽然说这个比分现在2-5，但是我总感觉啊。这边潘塔如果再发挥的话，有机会赢，是吗？嗯，看看、啊，虽然可能不是这一场，没关系，咱们看一看啊、因为这东西说不清楚，有的时候他万一突然来个大爆发什么的，哦，这边是抓到了 face 背身，那也就是看来刚才因为散的时候都没有发现 revenge 的位置，直接切出手枪，哦哇，在潜艇这让我想起他。之前打前九的时候，就一把小手枪21血上这个 A 控，啊2-2上去应该是抓了绿豆还是抓谁，就那一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2v2的正规的残局，他居然敢一个人拿手枪冲上 A 控，安文包直接冲上去，而且是21血，所以他现在从 A 控冲下来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哇，气势汹汹。是，但是没有办法。那么上半场的话，最后一分。看看，这边喷塔是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一个打法，还是 A 点？这边是双向门，先封住这个紧夹卷底视野，然后再慢慢摸牌。哦，这是要。再考虑，哇，这边应该 face 应该是看到了人，所以开了一枪。那既然已经暴露出去，直接打，看看欧姐能不能撑住。Okay, 一个。一换一，那这边的话，Revenge应该也是想狙。应该是想狙人，但是 KDD 的一个双杀是，看一下 C 四线应该是被打掉在前点这个位置，哦，很难受，哇，今天这个枪今天是厉害了，是，人位置今天没有发挥，哦、ZYK 和 ZDD 直接扛住了压力，一个11-6，一个11-7，厉害，虽然说真的是把这个人位置这个他让他的这个狙击的能力已经是压制到了一定的一个点。但是怎奈何步枪爆发了，今天步枪真的是刚，对，看一下，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应该是6-3，现在暂时有马克塔领先，那下半场的话看看喷塔作为保卫者一方来讲就能不能防住对手的一开始的前三分，对，是的，就是一开局可能他们可能会依靠一下个人能力，是因为现在对于马克塔来讲的话，他现在也是6-3领先，所以第一分还是有很大概率有可能选择一波 rush， 所以说就看一看这边对于喷塔来讲，如果对手选择一波冲锋，他们现在有没有防 rush 的这种能力？嗯，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队伍就是这样，就第一时间很可能遇到国外的队伍就先给你来个下马威，看一下。然后 Cut 也是在一控进行骚扰，但是可以看到 Face 这边配合队友选择了一波。逼空的前顶，但是这边 A 大果然 A
A 点是直接选择一波 run。 再看一下料子杀掉一个，迅速的回防，四号位是科尔选择了一个断后的位置，是这边看一下狙击手看到了，看一下下了这一波四打四的回防，这个位置不太好呀。哇，这边费斯枪是准，直接秒掉。但三个人在大楼梯 revenge 这边很难受，反白一打，队友的补枪还算到位，但是 ZVK 又站了出来。哇，雷炮被偷掉了，很可惜，很可惜。而这边喷塔的回防还是打得有声有色，就第一时间。其实这边马克塔的选择没错，你B点两个人前顶，那么我们A点本来就已经是靠前一点想打一波 A， 然后就迅速的选择 A 点的一波下，但是没有想到这边对手是四个人从同一个点回防，而且第一时间打掉一两个人，那边前点扛不住，那就只能够缩到这边大楼梯来防守。而且最尴尬的是他把包这下到了导弹前，是啊，就没办法，这你说你这个手点你必须得拉出来手，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小小，对，悲伤的故事。看一下这边第一时间是喷塔的队员被打掉，哦，这边是马克塔的队员被打掉，是 ZDD。 四打五带包考虑一下，嗯，现在其实时间还早，一般都是等看对手有没有这个在走位上的一些失误，谁敢出来探头啊，然后先打掉一个啊，打掉一个再考虑要不要是转点啊，就丢东西牵制然后去转点，还是就直接强啊，直接强上。人文志这边选择一个人在这里摸牌，嗯，今天第一张地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亮眼的发挥，哦，哎呦可惜，还好跑掉了。嗯，看一下枪控枪，这个点位不是很好狙，对，但是还好，因为队友现在这边在二楼架住，在各种闪，看一下啊。下面一个，这边人位是狙掉了一个，在二楼就很难出啊。我直接 CYK，嗯，出到了头顶，是。现在尿死一个双杀。哎，哇，这边 Face 的意识还是很到位啊。赶紧去看。对，马上一个转身，马上一个转身，直接打掉。那现在的话，比分来到6-5。手雷来了，这边单人保卫者的话也是成功的守下了两把。嗯，问题交给了这边 PM。哦，这边喷塔在防守上还是有下功夫啊。布雷姆这边看到人了。Face 的狙架在前点，第一时间就看谁探不探头，而且管道这个时候在拐角，还是比较怕管道搭上来。双方现在就是在等待，看看谁有没有第一时间做一些比较就是大胆的尝试，比方说我突进看一眼。哎，这边是果然配合队友一个闪光 Blame 一个三杀，这一下刚好抓住了这个时间点，你看是发现了人。哇，这个timing抓得太好了，是直接是一波，只剩 Cart 一个人。看一下这边 Cart 一波管道空降的，还是被 Blame 带走，这就是没有闪光护目镜的好处呀，是一走走你了就。而且这边和队友的配合的时间差真的是抓得好。对，这把抓得太好。刚才说有没有哪支队伍要尝试一下，这边就直接走上来了。是的，哦，第一时间把 revenge 狙掉。我今天 revenge 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确实是那个枕头是队友为他准备的嘛，那个抱枕。是。不过也不要给他那么多的压力。是。就是，咱们这种。Superman 知道啊，偶尔状态不好也很正常。嗯，因为也没有谁敢保证说自己每次一到比赛上就手感就爆。对。啊，就一直杀人。但是咱们国内确实有这种选手。嗯。很吓人。比方说王炸吗？我觉得像十八呀。啊。念旧啊。是。但念旧有时候也睡啊。吐槽这个。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双卡，他们很喜欢的一个战术。看看，那这边又是率先是抽掉一个，那现在看一下 ZYK 是拿上了一把大炮，因为他们觉得北万吉倒下来以后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狙击手来排点，而且对于进攻方来讲，第一时间如果说能打掉一个防守队员，那进攻压力会小很多。是的，
特别是在对手连续拿分的情况下，需要一些气势，而且需要一些改变和一个突破口。现在是三个人在 A 点打，然后雷包迅速从 B 控转点。哎，这边摸过来了啊、但是哦还好一换一换掉，但是地方已经确定了，赶紧跑，已经没有血了，五滴血。这边应该是被蹭了一枪头吧？对，这边赶紧掉到了 A 区，迅速召唤一下自己的 CS 队员。看一下这波喷塔的回防。之前四对四的回防还是顺利的拿下了关键性的一分，看一下直播三对三，看三个人怎么配合。这边的话架得很前点，因为 K 拿起了狙击，是，那这边木门应该是已经看见了，所以第一时间必须要让 A 控的队友去打。哇，这边打掉 Face 极限，是啊、就是 A 控的队友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打掉防守，所以他才有机会从这个木门拉过来，因为对手的狙如果一直加在大楼梯会很难受。是的，你从木门想进来很难受。一对一，看一下 Nunes 还能制造奇迹吗？漂亮，那这边喷塔完成一个反超爆，爆爆，哇，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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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不过还是能拆掉，还好还好。嗯。哇，今天弄的是化身残局小王子。是的，嗯，一点不紧张。对啊，那是我的胡子给了我力量。嗯哼，其实刚刚还是归功于这个 A 控这边回防的这个队员。是 Face 的这一下太关键了，这个双杀。对。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可以看见 Face 这边一直在等，因为他被卡在 A 控外，就是这个双向门这边很难受，进、过不来，因为对手的一把狙架着，但是 A 控只有打掉了一个人，才能够说让这个大楼梯稍微有一点紧张，直接走下来。是的。哇，这边 A 电又是一波快攻，哎呦，哇，这边 PM， 哎呦，炸脸上，嗯，感觉 PM 打得有点急了呀，现在这边被反超了以后，这时候哦 Face 这边还是是这边你看这个不应该，哎，这个漏点，这确实感觉打得有点急了，这边在细节上的一些操一些都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这个漏一个小屁股给对手打，王，这个最后。Face 是摔死了吗？还好我们怎么这个是顶掉，否则的话背锅，这个就背锅了，真背锅了。还好还好，这人多。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叫了一个暂停的。我也是觉得很好奇，这边被反超以后，如果再不叫暂停的话，这一分就很难打了。所以就已经是在这一把的时候，感觉就有一点点，有点随便打的。就很着急，对，互相就跟你对了，就是属于这样了。一个 PM 现在一个状态是，那跟刚刚哎比较高兴的是，这边喷塔今天的这个发挥是让大家觉得，嗯，今天这一把很有看头，很有看点。对，那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比分呢，定格在了6-8，在下半场攻守互换以后，喷塔 Sports 在担任保卫者的时候已经连追了4分，嗯，那这边5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对于这个 Marketa 来讲啊，就是他们现在的进攻啊有一点点乏力，他最主要问题是第一时间不能够取得人数上的优势，反而是总是被对手先抓住机会打掉一个，那这样的话你是作为进攻方4-5，然后就很容易走入就是被对手啊这个防守方牵着鼻子来打，就很难受。是的，而且今天 Revenge 到目前为止的确实发挥是比较一般啊，比较一般，所以对于本来就比较依赖于这个 Revenge 个人发挥的队伍来讲，现在就必须要站起来，就必须要打出来，才能够给队伍打开一个突破口，去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其实可以值得夸的是，这边 PM 两个步枪手今天打的确实是很厉害的。是，就是之前在上半场来讲，可以说有很亮眼的这个发挥了，但奈何下半场，因为作为进攻方，在面对这个喷塔看家整体的这么一个防守上来讲，确实。就是光靠一两个人发挥可能还是不是很够。对，爆发是好的，但是团体的话一定要打出来，感觉这边的话比赛继续是看一下啊，这边 PM 有没有做这个战术的一个改变，选择了一个14B区，这边还是被 Nunes 抓住了机会。对，第一时间已经击杀掉一个了， Nunes 准备继续去对枪，是想要清点，但是这个清点是封了红烟，但是没有扔闪。如果说你非要清这个点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丢个闪试一试，如果直接走出来的话，对手在这个红烟里面卡你这个死角，还是反应比你会更快一些。是的，
三打三 ，ABD 连没出，哎，在卷底出不来吗？第一时间，那现在很难受了，就剩下瑞万基一个人。哇，打出来感觉了，9-6。这是有一点，这个下半场有点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啊，这边马克坦没拿到一分，而且这边对于普塔来讲的话，已经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我已经能感受到很多小伙伴心里在想，完了，是这个比分又要输掉了，积分又没有了。不过比赛还没结束。对，比赛还没结束，大家先别着急。对。这边喷塔也是打得有点上头了，这边直接选择 B 控的单人前顶，虽然说做到了一个一换一。但是 Nunes 不是吧？今天这么爆吗？是啊，瞬间从一个这个很没有这个赢面的一个情况。我这边又是一个关键的双杀，现在又打成一个2-2，现在把两个人主管的啊，看看这个选择。雷包因为在自己身上，所以还好。是的。应该是要再等待回防了。看看这边 face。很大的在这边外场摸了一下，嗯，选择走管道。哇，这边是追寻这边 Makita 的足迹啊，曾经的足迹是。找个好位置，瞎包。还是按个前点包，那这边的话，按包的位置已经确定。Face 这边又是等吗？这边等 Nunes 直接把这个前顶都给杀掉，这边就 A 控。没有过，哇！这边 face 是已经狙到了 revenge 了。对 ，revenge 想前顶，对，应该是打出其不意。对，想从大楼梯过来看一眼。那这边两个人搜点很仔细，应该已经发现。哇，压力给到了卡尔塔。各种拉，哇！手枪打掉，漂亮。10-6。